很少有机会讲交界，因为一开始我都画细节。那今天就讲交界，这个就是新世纪涂抹以后的情形。那交界有很大的一个部分，就是你在调色盘里面呢，需要把你的图片里面的暗面跟雾状区的颜色呢，先把它区分开。区分开以后呢，来，我来示范一下交界要怎么样快速的去形成。这个交界的一个形成哈，首先呢，我们一定要从这个色彩区开始。那我们可以看图片啊，照片里面的色彩区就在这里哈，那雾状区在这里，你可以看到雾状区这边比较干哈，那交界在这里。那我们一开始涂交界的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点色彩的变化，也就是说虽然这是一个冷蓝跟冷红，暖蓝跟暖红。调成，但是呢，我们需要有一部分呢，有逐步的加深冷或暖的部分，好，比如像这样的一块，好，那因为我在稀释剂上面涂，所以它的均匀程度就会比较高。各位如果可以试试看，如果在完全干掉的画布，你就没有办法涂出这个，你看它还有一点点流动啊，还有一点点流动。没有流动，就是完全在干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才会有。那笔触要一样，为什么要一样哦？因为待会儿我们要画石头啊，有的是横向的啊，那个跟用我们常常在讲的斑马线的原理是一样的啊。你如果有同样的笔触，那个斑马线的这个方式啊，就很容易显现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个。色彩区的哈，色彩区的，我们尽量把它涂满，好，不要来回哈，因为来回你的笔触会消失掉。好，再来是这个雾状区的哈，那我换了一支笔啊，没有什么原因啊，因为那支笔要洗啊，你可能要洗到很干净是要花很长时间哈，我就不想占掉这个太多的这个。影片的时间，好，来，我现在占了一个刚才我们看到的雾状区的色彩。好，那从哪里开始？从这个干的地方开始。好，你看它的色彩就饱和啊、哦。那是什么原理啊？你看雾状跟色彩，光跟暗面，光快消失，那么就是一个饱和的色彩的区块。好，那尽量不要去一开始啊，就不要去沾到那另隔相邻的颜色哈。贴着这里面留一块干的地方啊，不用太大块，就这么小小的，这个是用来做我们待会儿水流的白雾状区啊，的厚涂。好，来，我们再来需要就把我们的 Ultramarine 的颜色稍微加深一点，然后我们刚才我应该把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我们在调色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这里是已经。蓝色里面混到了红啊，这个也就是暖红，我们把它慢慢把它拿进来。拿进来的原因告诉你什么？这个水啊的冷暖哦，还是有区，红到暖色区里面还是有点区别的。好，那这里是有石块嘛哈，所以它底色，它的底部的颜色会因为这个有点生锈的颜色，它会跑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要一条一条来。切入哈，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哈？从这里哈，所谓切入就是这样，冷暖的这一种叫做冷跟暖的交界啊，的次交界的形成啊，就是像这个方式。好，在这里呢，你就可以比较用轻的笔触，你看你比较轻的笔触呢，它就已经形成了这个两个颜色啊，它。都会同时存在，但是它不会混到颜色哈，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所在。啊，这稍微雕刻一下，看它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好像是岸边，这个有水，这个没有水啊。那其实它这个白白的哈，还是留，就是它溅湿了某一个部分，所以这个次交界其实就暗示着说，水跟石头跟岸边哦，它是交互的作用啊，你不会看起来很僵硬的，像那个水跟它是两回事啊，那两回事的话，它就好像是剪贴，就我常讲的那种剪贴的效果就会跑出来了。
但是我们不要剪贴嘛，因为剪贴会看起来像是很僵硬的这个边界啊。好，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我们要的这个冷色带进去，好，这个区块要大一点哈，我们刚才画小了，所以趁这个时候把它修正过来。所以你看我们画画要有容错的措施。好，那大概基本上冷暖的交接大概是这样子。画到这里，我想跟各位示范一下这种岩块哦，它的这种浑然天成的这种岩石的感觉。这是一种类似针形笔的，它是有点尖啊，但是比较大号。这个应该是八号啊 ，Rosemary 的八号。OK 哈，那用这个的方式的目的呢，就是从暗面里面带出它一点点色彩。那我现在沾的是一种这种带浅灰色的色彩，那我们现在看到底部有一些暗面，像这样的一块暗面，那我怎么样去利用这块暗面，那就是从这里衔接过来，然后呢刷过去的时候，像那个暗面它就一部分存在一部分不存在啊。啊，我再画几个给各位看一下，好比说像这样的一个暗面，那你会看起来很突兀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你怎么让它觉得蛮自然，就从这个地方带进来，然后刷掉。好，那这个暗面就非常精彩，因为它从次暗到暗面里面呢，那这个暗面呢它就有一个很锐利的边缘交界在那，那一个渐层的慢慢带过去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岩石，你怎么样让它我们刚才做的暗面的 edge 以后呢，你怎么做出比较 soft edge 的部分。另一个就是我们一大片岩石哈，像这样这个岩石的空间占了大概快四分之一，尤其是这一片。那如果你都一颗一颗画，那就会很僵硬。所以如果你可以把中间设计成一个这个冷状这个雾状区的穿入哈，然后一个色彩区跟色彩区翘这样穿进去，然后雾状区这样穿进来，然后这样交叉之后呢，这个的石块呢它就。有往后延伸的这种效果，就有点我们所谓比较近的山岚啊，那是因为石块很大一片嘛，所以它就有点空间变大的意思，所以它就产生山岚。那这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你现在看到这一条已经隐隐约约成型了啊，所以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比如说像这一块它就有点太白，或者是有点太黑，那就是找这一块比较白跟黑的地方，这一个跟这个的交界呢，你就从这里呢把这个白雾状呢放进去，好，那这样呢雾状它就连在一起啊。这种 token